不管你们怎么说，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参加什么廖玉琴的。我现在做给你看，廖玉琴就是我不戴口罩，我不爱被传染到，天主很爱我，就是不会让我死，也不会让我得病。中华民族没有疫情，台湾没有疫情，我从疫情开始发生，他们叫我戴口罩开始，我没有天天戴过。疫情，我国家就是没有疫情啊，我们国家就要